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我们经常忽略了生活中最真实、最美好的瞬间。有些幸福的画面是值得我们用心去捕捉，用爱来品味与感受。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美丽的世界，寻找那幸福吉祥的画面吧。生活即是艺术，艺术即是生活。生命的每一刻，犹如一幅幅彩绘的诗篇，每一幅画都充满了无限的可能和奇迹。其实，幸福并不遥远，它一直都在我们的身边。但是，要如何在这红尘喧嚣的生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与美好？这是一个值得每个人深思的问题。敬爱的太阳圣德导师即将在2023年12月23日、12月24日位于台北林口体育馆盛大举办拥有爱幸福吉祥人间线音乐响宴以及人生成长实作研究。太阳圣德导师近年来致力为人们解惑，提升心灵素质，是位深受敬重与信赖的身心灵咨询导师。导师所创作的每一首歌曲都蕴藏着无限的能量密码，让人们能够借由音乐的洗礼彻底的改变生活。只要我们愿意打开心门，那么您将会发现音乐所带给我们的转变会是多么的简单又彻底。在人生的旅途中，总是会面临着许多未知的挑战与考验。我们可能会感到迷惘与恐惧，而转机往往就隐藏在平凡的生活当中。有时候，一个微笑，一个眼神，都有可能成为扭转命运的关键。当我们用心感受和欣赏身边的人事物，或许您将会发现，幸福吉祥的世界并不遥远，原来它就一直在我们的身边。想要获得幸福的人生，更重要的关键就是能否遇到真正的贵人。有了贵人的帮助，我们能够更加从容地面对挑战，更加快速地实现目标，让人生之路不再艰难。让我们能够清楚明白，其实我们并不孤单。圣诞节即将来临，这是一个属于欢乐以及礼物的节日，同时也是幸福吉祥人间线的重要时刻。想要获得眼前满满的丰盛大礼，首先我们必须要做的就是要乖乖。在这岁末年终的时刻，每一个人的心中都充满着无限的期待与希望。如果您也想给自己一份超级大礼，如果您也渴望一场精彩难得的心灵盛宴，那么千万不要错过这一场精彩难得的音乐响宴。在那里，你将感受到音乐的神奇作用力，找到心灵的共鸣，实现您心中的梦想。让我们一起用心感受，用爱去珍惜，迎接崭新的一年，夺得人生的幸福大奖，一起拥有爱幸福吉祥人间线。邀请您，我们12月见。